当当当当！哇哦！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就是说，今天出门逛街的时候饿了，然后想着买个面包吃，结果买着买着，面包脑袋逐渐失去理智，然后就买了好几家了。那咱们今天就来一期面包局，我买了好利来、味多美、多乐之日，还有罗森便利店的，开吃开吃开吃。我想先吃这个，对焦了吗？这个超长，有点像那个可颂的感觉，里边起酥。嗯，这个皮，反正这应该拿空气炸锅烤一下，会更酥脆。但是我饿了，来不及了。有一股黄油的香味儿，嗯，里边这个皮就有一种韧的口感。对焦了吗？里边是乳酪酱，整体甜度还好，不高。咱们每个先吃一半啊，我怕我吃不掉。这个是肉松的，咸口味的，我感觉我都应该拿空气炸锅炸一下。嗯，这是肉松的咸香味，上边有那个二袋是甜滋滋的味道。里边有沙拉酱，这个好吃啊。嗯，最近爱上了喝豆浆，就是拿粉冲的。这是好利来的这个酸奶提子，你看里边这个提子馅儿。小猪刀重出江湖，嗯，好吃啊。但是这款要比这个面包甜。它里边这个葡萄干都很肉头，这特别像之前吃的那个葡萄干的带葡萄干的冰激凌，紫白色包装的葡萄干加奶的那个冰激凌，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，小时候老吃，带着那股奶香味儿，里边的葡萄干不是那种干儿，是湿湿的感觉。嗯，吃一个味多美的吧。芝士薯泥三文治，我不录视频的时候我就经常会买味多美吃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家哪款都挺好吃，尤其是这一款，还有一个那个鸡蛋的那个真的是绝了，我觉得那个百吃不腻。还有我路上吃了一个那个黄金乳酪，还有他们家那个金砖面包也特好吃，我觉得性价比都挺高的。嗯，里边是土豆泥，然后还有一个火腿，嗯，好吃。我真的觉得他们家面包都挺好吃的。目前来说，我买的味多美的所有的产品还没有踩雷过。嗯，就是一个美妙，就是一个协调。好好吃哦，嗯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嗯，再吃一点。我每次吃这个时候都会切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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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没了。
它里边的土耳其也特别细腻，我去罗森的时候正好碰上这个买一赠一那个活动，其实我没想买它来的。咱们尝尝这个啊，这个奥奥脏面包，奥奥脏脏面包，巧克力的面包体，然后配上这个奥利奥碎，里边哎呦，这个奶油馅有点不太均匀啊。面包体很湿软呀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，感觉奥利奥的味道还挺浓郁的。它没有这个提子面包甜，虽然它看似很甜。尝尝这个芋泥包，这个是多乐之日他们家的这个，我主要就是看这个"芋"字儿了，然后我就买了。这怎么切呢？咱们，哎呦，这感觉好硬哦！看，好扎实的感觉，我感觉吃这一个可能我就饱了。这个外皮很硬，里边芯儿还挺软的，越嚼那个米香味儿就出来了。这个是越嚼越香的那种，芋泥馅儿不是很甜。里边这个芋泥馅很厚，很密度很高，感觉我要上酱料了。我拿来了我最爱的蒜香乳酪酱，真的很好吃哟。东东，我刚刚把这三个去加热了，先吃这个，这个是多乐之日的菠萝包火腿鸡蛋三明治，横切面，算了，尽力了，吃吧。这个上边像饼干哎，配的沙拉酱。这个菠萝包还是挺甜的，我以为它会偏咸口重一点，但是还是偏甜口重。给它加工一下，我觉得加点番茄应该会。加点番茄真的好吃很多哟，因为那个酸中和了它。菠萝包的甜，我沏了一杯。就是应该加热一下，它那个起层都起来了，加热之后，加热之后那个皮更香了。像不像油条？肉松的要比这个甜，不是油。这面包真的越吃越想吃，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撑。好啦，差不多了啊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小陈，点赞、评论、收藏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